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或是疾病，我们都彼此相爱，不离不弃，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。你愿意和我一起起誓吗？亲爱的，念念一遍好不好？我愿意为了你向媒体公开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那时你在家里洗衣做饭带孩子，我继续负责赚钱养家。其实我也就只是工作和别人不太一样而已，别的都一样。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过平平淡淡的日子。干嘛呀？密码。你干什么呀？手机密码。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这什么意思？你就那么不相信我吗？你知道你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你前一秒还在跟我求婚，口口声声说你爱我，这是什么啊？我好了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们晚上见吧。行动。谈一天分手，我要和可可分手，必须得分，他们俩这样多累啊。哎呀，你们俩来的目的都一样。分分分。其实吧，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啊。其实他们俩一点都不配。配真的吗？你说你有稀有症啊？稀有症怎么了？就美观程度上来说比鱼鳞病好多了吧。那得前两次去你家哪次的状况才是真的？都不是。你呢？那两次生病哪次是真的？第一次。那你没有淋雨？没有，那都是骗你的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代言唱。将军。
哎，总。林总，帅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以后这种场合你们几个来不就行了？叫你来的是有戏。蒋总，怎么样？一起投这个戏吧。就让峰峰做主演，他是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。我看白鸟组合现在这么火，这个戏没有问题。李总啊，你一直对这个叫易峰的艺人很上心啊。我听过他唱歌，唱歌是真不错。那当然，跟你透露一个小秘密吧，易峰这段时间这张专辑宣传呢，都是我为他打点的，所以啊，各种排行榜这榜那榜的，都是我砸钱砸出来的。那至于这个角色呢，也是我为他量身定做的。夏小姐，真的是你，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哦，你是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我知道你，偶像猎手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可以见面，真的是一种缘分。看来这次我们一定要合作一次了。欢迎来到我家。都是我老公最喜欢的。哎，大家都站着干嘛？快坐，快坐。李小姐，没想到你看起来这么年轻，都已经结婚了。其实啊，我们在一起很久了，我呢就一直尽一个老婆的责任，她呀就负责在外打拼。其实啊，时间久了，有没有那张纸又有什么重要的呢？那你为峰峰做了这么多，你的老公不会吃醋吗？我说夏小姐，我老公就是峰峰啊。原来峰峰是隐婚的，哎呦，娱乐圈嘛，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更何况我老公现在事业正如日中天，这万一要是传一点什么恋情出去啊，对他影响可不好。哦，不对呀，前两天我看新闻说峰峰带着女友去酒店见父母，在路上呢碰到一个疯狂的女粉丝，不顾形象的索吻。听说还是一个什么地产公司的总裁呢。哎呦，我们峰峰呀，最近谣言就是多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来来来，喝酒。不提了啊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来，喝酒。其实啊，今天呢，我是想跟你们聊一聊工作的事情。我想当我老公演唱会上的对唱嘉宾，就唱白鸟组合那首《爱的味道》。我啊，想给他一个惊喜，让所有的观众都看见我。那岂不是很好办？您跟芳芳说一声不就得了？哎呦，他呀是不会让我去的，所以我这不是找你们吗？可是这个明星演唱会都是事先编排好的，工作人员都会按照彩排时的情况来安排工作。如果您贸然闯入这个演唱会的话，如果造成了混乱，这个惊喜可就变成惊吓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这不是找你们吗？啊，对了，这演唱会的衣服呀，我都准备好了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一看。来来来，都跟我来。哎，你看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我准备在演唱会的时候穿上这件衣服，还不错。那我去换上它。